我来看点子上去了，我看从这点子上去的雷公。 那两只在那飞的嘛，你看吗？一共是3只。那个这是熊猫的宝宝的房间，妈妈在其他地方。 两个在打架，我看看。这要不要还要不要看？这里来看，这里。这个位置。但这边用来干什么？这叫什么小木鸟？这什么笼子吗？看这里，这里没看到。看这里。 摔下来了，他马上要摔下来了！哎呦呦呦！哎呀，要摔！要摔！再来！哇！好厉害！哇！